本节目由酷我音乐独家播出。岳有头，谁有主播？我偶尔是会探到点小便宜，可我从来没见过你啊！你别过来，大哥，大侠，给你钱你也不要，我没得罪过你啊！你让我死个明白行不行？那你先认清楚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怎么不敢说？那我替你说，这里是你曾经住了半年的地方，那间屋子里面本来住着一个姑娘，你曾死乞白赖的让姑娘答应了你的追求，然后你在这个院子里住了足六个月，榨干了姑娘的细软，便抛弃了她，有没有这回事？这感情的事儿，你情我愿。有，可后来我也跟他说清楚了。你已经五天没回家了，你烦不烦？你听我的，先回家去。可是我们两个的感情都需要冷静一下。这样吧，院子里不是有棵海棠花树吗？嗯，等花开以后我就回去。真的，海棠早春开花，我会一直等着你的。你之后确实回来了，确实翻了墙，给这棵树下了药，让它枯死，有没有这回事？那是他自己傻，树都死了，别想着我找个别人不就行了？大侠，有好好说的，大侠。谢谢，不过是一碗水，不必这么客气。你一直看院子，是有什么事吗？让你见笑了，我在等我的丈夫，他说海棠花开时他就会回来，可不知怎么这树总也不开花。这树现在还没抽芽开花，是不是死了？他真的不会回来了。你安心的去吧，我会替你把他带来的。树不开花，他不归来。你再抬头看看这棵树，这是双花。你答应了他，花开归来。